这照片怎么只有一半？难道爸真正的秘密就在那半张照片上？那半张照片上应该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会是谁呢？不对，您是故意的，您先抛出确认之来转移我的注意力，然后把话题扯到您的真实身份上，您是不想让我追究画上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很危险也很机密，你不想让我插手。关于昆吾，云木之的态度原本很坚决，他几乎是强硬而粗暴的不允许云鸿燊插手此事，可他临终的托付又跟这幅画有关，云鸿燊脑子里闪过一个大胆的念头，昨天的事情不是个意外，跟这个人有关。估计是巴克。二少爷，快上车！小心，快！快走！坚持住，马上就到医院了吧。小沈，别难过，行走在黑暗中的人没有时间悲伤。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发誓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爸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爸，你肯定会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爸爸。马上就到医院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孩子，爸的秘密真的是……爸。爸，爸，你醒醒啊！爸，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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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绝对错了，爸，我绝对错，我绝对错了，爸。你站住！啊，这怎么了？别问那么多，正经。秦天，走吧。秋火，给我去找！一个角落都不许放过！我就不信他会把你也丢在这儿。我就在这儿等，风冲出壁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火车站？你亲眼看见的？马上封锁，我立刻过去。
这火车站里里外外，卑职全都带人搜过了，没找到云鸿身。你电话里告诉我围的水泄不通，现在人呢？长翅膀飞了？是是，我们都看到了。我非常确定。这是到了火车站又跑了，能去哪里？站下！怎么能成这样？不能进！慢点啊！腿后！我的家人在里面。让开！后退，后退！啊！哎，先生，小张、小王，快来帮忙！扶他上车。好，哎，你们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小心小心，苏一护士啊，哎，你安全了？谢谢啊。你得罪了白门的人啊？那些是白庆奎的人。你不认识他们？不认识。你不认识他们，却知道白庆奎。我离开长沙已经很多年了，白庆奎的兄弟估计都换了好几波了。刚才那几个我一个都不认识。你不会是坏人吧？你连我是不是坏人都不清楚，还掩护我？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白门没有一个好人，你是他们要抓的人。那，你应该不是坏人吧？谢了，再见。真是个怪人。